icebreaker， 它真是突破，让这个事情，这么好的戏院，这边我说整个嘉南平原拢是你的观众，应该有这个可能，所以大家做个嘉年华，我说我今天一定要来讲多谢，咱大家都拍片，虽然我上面退休，哈哈哈哈哈，对，是。